追悼会现在开始，向国民烈士默哀。在此紧要的关头，危急的关头，他忍住沉痛，将车辆缓缓地靠边停下，拉上手刹，开启双号灯，以一名职业驾驶员的良好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完成了一系列的安全停后举措。之后，他又以惊人的毅力从驾驶这里艰难地站起来，打开车门，疏导旅客，并告知旅客注意安全。非常感谢今天前来参加我弟弟追悼会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亲朋好友，生前的同学同事。在失去这个弟弟对我家来说是非常沉痛的一件事情，全国非常多的朋友短信电话雪片一样飞来的鼓励我们家人坚强地走下去。所以在此追悼会上，我带来了我爸爸妈妈的一句话。我父亲在赵书记看望他的时候，在冯部长以及省市领导看望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感谢组织培养了我的儿子，他让我告诉所有的人，我们会坚强地走下去。谢谢各位，谢谢各位。